志明，喂，是我。什么？怎么了，段科长？怎么了，段科长？ 去帮程跑了，段科长跑了。如果段科长要是能来的话，事情可能不会是现在这样。走吧。 还有什么不清楚的？主要是陈全友和周志明没有看好作为线索的徐邦城线索断了，这两个同志可靠吗？哎，老干呐，我们不应该产生这种怀疑吧？啊！昨天连夜，我向市委书记做了汇报。作为市公安局。 主管全面工作的副局长，这个案子的负责人，我首先做了检讨。刘书记对我们的工作，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。虽然最后一仗没有打好，但是我们还是要辩证的看问题，优缺点要三七开，比成败论英雄嘛。刘书记指示我们，要认真总结。 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，你们先起草一个报告，我看了以后再报上去。都回来了，周志明呢？啊！你说你们俩到底怎么搞的？ 是啊，你说话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周志明当时对徐邦城的反扑也是没有顾及到，他有没有侦查员的基本功啊？还有那个陈全友，老侦查员了，犯这种低级错误。周志明毕竟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。 他会痛定思痛，汲取教训的。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本来我们完全可能一举歼灭一个组织十分严密的敌人小分队。为了从根本上教育他们两个人，应该给他们俩处分。我认为不应该给他们处分，因为这样太不公平了。在侦查工作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，也不能说不正常。 这只能说明敌人比我们准备的更充分。听了同志们的发言，很受启发。我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行动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，这很正常。陈全友、周志明同志的失误，应该说这是战斗中很可能出现的。我们领导层。 在对这个案件的具体方法上、判断上，可能本身就存在着失误现象。
所以，我说就不要处理周志明和陈全友了，他们毕竟是年轻同志嘛，啊，让他们写个书面检查。在座的每位同志要通过这个事件认真总结一下得失，希望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，争取不要再出现这种情况，啊。 哟，志明回来了，看你爸去了。我刚从医院回来，我爸还是那样，不好不坏的。今晚你跟我这屋吃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对了，跟你们单位那姑娘，处上了吧？啊？大妈，你想哪儿去了？我们只是同事。哎，我看，不光是同事关系吧？啊？你，哎，我还有个事儿要问你呢。哎，前两天吧，我遇到个事儿，我没经历过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 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前两天骑自行车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给撞了，你看当时吧，我为了赶时间，把她送到医院，我就走了，不知道人现在怎么样了。在哪撞的？胡同里，好像她在胡同中间走，我骑着车这么一拐，我就把她撞着了。你呀，就是太老实了。她走路不靠边，在路中间溜达，你撞了她，她也有责任。哎，找交通警了吗？交警倒是来了，那就更不用怕了，事都经关了，你怕什么呀？ 别理他，哎，你还得小心点，万一他讹上你呢？麻烦，讹我？他怎么讹？他要说这儿疼那儿疼，你就得领他上医院吧，上医院就得坐车。他要说头疼，你就得给他拍片子，花钱不说还得搭精力。你这一想躲他，就找交通队，找到你们单位，你还得去。志明，甭听他瞎白活，什么事儿一到他嘴里就邪性了。哎，妈，您甭不信。 我们厂一个人让车给剐了一下，吸了足足小仨月，这内科外科神经科一通检查。嗯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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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像你们单位那人似的，咱们国家早就没好人混了。哎，你不懂。哎，我给你出个主意啊，你装个点心匣子，买俩水果罐头，勤往他家跑着点，多说好话，嘘寒问暖，消灾呀。甭给人瞎出主意，志明是老实孩子。大妈，哎，不管怎么说，我把人给撞了，按理来说我也应该去一趟。 小朋友，石肖萌家在哪儿啊？石肖萌，你们家又来个男警察。谁呀？您好，我找石肖萌，他在家吗？萌萌出去了，马上就回来。要不你先到家里坐会儿。好。 请喝水。啊，谢谢阿姨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在哪儿工作啊？阿姨，我叫周志明，在咱们市公安局五处工作。啊，是你撞的我们家萌萌吧？嗯，是的，阿姨。真对不起，我那天要着急出差，急着给我爸买西红柿和鸡蛋送到医院去，就这么一着急，就把石肖萌给撞了。 我是今天刚出差回来，本身就想过来看看他。你们年轻人呐，就是毛手毛脚，心里搁不住事儿，这也就是撞了我们家萌萌。要是撞了老人，阿姨，您批评的对，我以后一定注意。石肖萌现在伤好了怎么样了？不行，我把他带到医院再去检查检查。他呀，我姐和元超哥回来没有啊？我把您护好半天了。 再不回来，天一黑，咱们家这个小厨房就盖不成了。萌萌，你快进来，你腿还没完全好呢。妈，我的腿没事了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？快进来，家里来客人了。哦。
哟，怎么是你啊？你好，现在的伤怎么样了？我今天刚出差回来，过来看看你。我已经好了，腿还没好就到处乱跑，当心留下后遗症啊！妈，我姐他们再不回来，小厨房就真的盖不成了。数话不算数，你着急也没用啊，你又不会砌墙。阿姨，我给你们盖小厨房吧，我会。你还会盖小厨房呢？那怎么好意思呢？还是等他姐姐和元朝回来再说吧，不好麻烦你。哎，没事儿，我会。哎，小周同志，哎，你看怎么好麻烦你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阿姨，没关系，阿姨你进屋吧，你放心，我会干啊。哎呀，进屋吧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没事，进去吧，我会干。那辛苦你了。哎。小周同志，哎，阿姨，喝口水吧。谢谢阿姨。没看出来你还这么能干，把帽子摘了，歇会儿吧。不用，阿姨，你进屋吧，我接着干。抽烟吗？阿姨，我不会抽烟。好好，年轻人不要学抽烟。你这么气行吗？行，就是不太好看。哎呀，行行，小厨房能用就行。外观不用那么讲究啊！我帮你除除泥吧。哎，不行不行，你妈说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。嘘，小声点，我妈是吓唬你呢。哎，你这么气结实吗？应该结实，七级地震都没问题。哎，你不用动手啊，我自己来啊。哎，你以前干过这个呀？我也没干过。我是看别人干过，电影里面看过。我也不会，我姐姐和元朝哥哥他们会。元朝是你姐的朋友吧？嗯，对。哎，你出差去哪儿了啊？外地。哦，我第一眼看见你啊，其实你一点都不像个警察。怎么，我不像吗？嗯，我姐姐最恨警察，我也不太喜欢。他们都说警察是含毛孔冒粗气的人，对吗？你这，你还出得来吗你？怎么了？你气成这样，你怎么出得来呀？你别以为我出不来。哎哎哎呀！你没事吧？怎么了？你伤着哪儿了？啊！阿姨，没事没事，没事没事。怎么搞的啊？快快快，进屋去！啊，进屋吧。哎呀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慢点啊！疼不疼啊？要不要上医院？头怎么碰的呀？阿姨，我没事了。哎呀，都怪阿姨不好，没有做好调查研究，头上有伤怎么能干体力活呢？哎妈，那桶咖啡呢？咖啡啊，早就没有了。真对不起啊，家里没什么好吃的。我平常呢不给孩子们养成吃零食的习惯，所以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对了，萌萌，家里好像还有几个鸡蛋，去煮碗荷包蛋吧。嗯，算了算了，还是我去煮吧。啊，哎，阿姨，不用了，我也该走了。今天墙没有砌成，真对不起啊。
已经很感谢你了。是啊，你还是再待会儿吧。再待会儿吧，来，快坐，小周。嗯啊，坐。哎，普希金全集，这书是你看的？嗯，你喜欢普希金吗？我没看过。这谁干的？这是？这不糊弄人吗？这是？准是啊，咱们的可爱的妹妹干的，这可真够收拾的。不懂装懂，毛毛，毛毛，这是你干的。这是公安局的周志明，这是我姐，这是陆延长。怎么能是你啊？行啊，害了我们一家人一连着了好几天的急。姐，不是啊，那天江伯伯也在。阿姨，我不吃东西了，我先走了。萌萌的伤哪天到医院再去检查一下。我不用了，吃了饭再走吧。不用了，小周，饭马上就好，吃完不吃了，不吃了，真的不吃了。哎，小周，志明，慢走啊，不送。姐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你怎么什么人都敢往家里带啊？警察怎么了？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在打你的主意？你，哎，我怎么了？我这还不是为你好，不要你管。萌萌，红红，哎呀，真是的。启红，你这么说萌萌是不是太重了？她接受不了的。怎么重了？萌萌是我妹妹，又不是你妹妹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多吃点，吃饱了吗？大妈包的饺子好吃不好吃？好吃。你爸说了啊，想吃点好的，明儿个让淑萍啊上市场转转去，看看有没有鸡卖。那得找那农民摆小摊的地儿。还有活鸡呢，别想美事了。现在这季节，农民谁卖鸡呀？要买东西就得买公家的，也保险。公家啊，公家也得有啊。去。哟，姑娘来了。大妈您好，周志明在家吗？他在母屋呢，你先进屋，我给你叫去啊。啊，谢谢您啊。志明，志明。家来客人了，快着。嗯。哎，严君，你来了。啊，你回来了。嗯，真可爱。哎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啊？从单位过来？没有，我从家过来的。你从家过来，找我有事吗？怎么了？没事我就不能到你家来了？你从单位回到家。再从家折到我们家来，你骑车有瘾啊？你爸爸住院了，谁给你做饭呀？你呀，看看我给你带什么好吃的了吧？这些东西啊，够你吃好几天的，饿的时候自己热一下就行了。嗨，你还管我吃饭呢？我有的是饭折，这不刚从邻居家吃完饭回来吗？那哪成啊？也不能老到人家吃饭呀。哎，没事，习惯了。你看看我给你带的东西。哟，这么多的菜啊！都是你做的？我哪有这么好的手艺啊？这都是我姑妈做的，你尝尝。这么好看的菜，我可舍不得吃，我还是把它供起来吧。哎呀，早知道你姑妈有这么好的手艺啊，我就整天去你们家吃，省得你也跑来跑去了。哎，严君。你喝点水，要不吃个苹果，这有糖。你别忙了，我自己来吧。志明，哎，牛奶是现在给你热，还是待会儿热呀？大妈，你把牛奶放着吧，待会儿我自己热。哎呦，我还是现在给你热了吧。啊，大妈，谢谢啊。哎呀，真看不出来啊，你在家还真是个小少爷似的。哎，普希金诗集，哎，你怎么会有这本书啊？这本书现在特别难找，我托人借都借不到，你从哪儿弄的？你是去看那个施肖蒙了吧？
耗了一上午，你就写了这么两个字啊？我觉得自己真是窝囊。还想着那个案子呢？人是从我手中跑掉的，我当然应该负主要责任，可是负责任是小，我这心里面就是堵得慌。嗨，反正人已经跑了，你这口气就是咽不下去也得咽呀。间谍与反间谍之间的斗争，胜负本来就是瞬息万变的，一时成败在所难免。你就别再这么失魂落魄的了。你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医院去看你父亲啊？那我下午要去趟医院，晚上还要去趟段科长家，我去汇报那天的情况，这是我们约好的。你们不谈别的，那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好啊，我们一块儿去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爸，你看我把什么给你带来了？什么？哟，白白。哎哎呦，你怎么把他给带了？医院里不让往里带。哎呀，我是怕你这两天老是太寂寞了，把他带过来陪陪你。你呀，胆子越来越大了，越来越不守规矩了。白白，听话啊。我呀，就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在家，是不是？看小说又到下半夜不睡觉，给你订的牛奶没按时喝吧？喝了，喝了。在王大家吃饭呢、啊，要多给钱，人家也不富裕，听见没有？下班回来啊，多帮着干点活，洗洗碗也行嘛。别像爸爸在家似的，饭来张口，衣来伸手，让人家说你不懂事儿，啊？我知道了。那个给我送西红柿的姑娘是严君吧？这姑娘不错，你谢谢人家没有啊？啊？我们单位的。我一回来就谢过他了。个人感情上的事情，你出来都不跟我说。其实啊，你不说，爸也看出来了。来，坐着歇会儿吧。哎呀，他。是不是对你挺有好感的？其实吧，也无所谓好感不好感的。天天在一个办公室里待着，就算谈得来吧。以前呢，爸爸就怕看你对公安工作那股喜欢劲儿，心里啊，老忍不住嫉妒你。哎呀，爸爸好多年没工作了，不如你幸运呐。一定要懂得珍惜呀、啊！你才二十出头，工作第一，一心不可二用啊！嗯，知道了。爸，您是不是累了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好吧，走。啊，哎，哎，科长，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先写个检查呀？写检查？嗯，干什么？不管怎么说，徐邦成也是从我手中逃掉的，
我当时也是太疏忽了。不用，等处里面对徐邦成的案子做出决定以后再说吧。当时徐邦成一跑啊，说实话，我心里真慌。我总觉得这个敌人，好像是提前都准备好了一样。小周啊，遇到这种事情，来，怕的是慌，接着水，要的是稳。一个好的侦查员，要做到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都是面不改色，心不跳。哎，那天徐邦成在走之前，他有什么反常的反应吗？那倒没有，就是晚上出发的时候稍微显得有点紧张，不过不明显。我第一次接触徐邦成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这个人不一般，他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务。他的两次口供，其实并不是让我们相信他，恰恰相反，他是让我们尽早的识破他。严军啊，你把这青菜摘了吧。啊，好。这我都没想过。第一次啊，甘副局长把这个案子接过去的时候，我就把我的怀疑跟咱们的季处长说了。季处长当时也是没办法，我当时就认为啊，这个徐邦成说的那个三月计划，其实就是一套完整的假计划。可是那个地形图怎么解释啊？科长，你说那上面画的明明是镇公岛啊。那个地形图啊，就是最大的一个疑点。他是一个受过训练的特务，他能对地理标识这种信号能不烂熟于心吗？他却把这些东西啊带在身上，既没用又危险，一旦出了问题就会暴露他的整个计划。还有那个信号机，其实就是为了他的假口供准备的假物证。不出事儿，这些东西也用不上，一旦出了事儿啊，这些东西啊就会派上用场。哎，科长，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开了窍了。是不是徐邦成前面说的假口供是为了后面真正的假口供做的铺垫呢？哼哼，你想啊，如果他一开始就把计划和盘托出的话，势必会引起我们的谨慎。任何一个侦查机关都会对轻易得来的口供怀疑再三的，他徐邦成肯定清楚这一点，所以他开始跟我们玩的是假中假的把戏，搅乱我们的思路，最后呢他再供出他的真正的假口供，这样就会显得顺理成章，水到渠成了。科长，这件事让我想想还一直后怕呢，真的。其实啊，这次失败并不是不能避免，只是咱们的第三次审讯对徐邦成的口供过于热心了。如果我们当时反映出来的感觉是对徐邦成的口供表示漠不关心的话，然后观察他的反应，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。当然了，我现在也是事后诸葛亮。徐邦成这次潜伏进来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呢？从物证上看，十有八九是情报派遣。你想，密写纸和密写药的数量那么大，如果不是搞情报的话，其他人要他也没有用啊。你说呢，科长？对对，我觉得这个很可疑。哎，你这个观点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，你说说你的看法。从他身上缴获的3131块钱来看，一个派遣的特务身上应该带一个整数啊，为什么有零有整啊？而且这3000块钱是用一张纸包起来的，好像冥冥之中这钱就应该分成两份，剩下的一份是100多块钱。他入境以后吃饭坐车要花掉一些钱，那包3000块钱可能是带给什么人的吧。可是这钱他要是给别人带的话，那东西呢？东西也是给别人带的。这么说，徐邦成是一名专情的交通了。你们俩分析的还都有道理啊。哎，这么晚了，我家住的那么远，你看着办吧。那还不好说，送你回去呗。真的？你真的送我回去啊？送你回去就送你回去，谁哄你啊？算了吧，有你这句话就够了，我呀自己走。哎，这么晚了你自己走安全吗？你可别忘了我也是警察呀。啊，
真是不是我吹牛。哎，我要是上去，我跟你说，徐邦成绝对跑不了，手枪顶着小子脑门上，你跑。来，坐。不让查就不查，领导怎么指挥咱们就怎么干，啊，说算了就算了吧，听我的，快吃饭吧，啊。不管怎么说，徐邦成是从我手中跑掉的，领导肯定要怪我。正好，这是丢脸的事儿。要是老百姓知道了，会骂死我们公安局的。我要求把这个案子查清楚，定个什么处分就是什么处分吧，长期悬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来，坐。那是领导考虑的事儿，啊，你甭想那么多，听见没？吃饭。哎，这，你，就这么样，给我们吹吹吧。你当时什么感觉？听到真正的枪声，感觉不同了吧？吃饭还堵不上你们的嘴啊！啊，去去去，一边去。别理他，这次你分到九四幺厂去。嗯，哎，你分哪去了？领导叫我们去纺织厂。今天下午看电影，你是几排的票？我不去了，我想上医院去陪我爸。去看看吧，看完电影，你要是自己一个人去医院，我陪你去，好吗？我已经给段科长请假了。最近我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老是不爱说话。哎，你姑妈做的那几个菜可真好吃，我把剩下的都给我爸带去了，我爸也爱吃，真的。是吗？那我让我姑妈再做点，跟上次不重样的。别，我看还是别老是麻烦你姑妈了。啊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会儿我跟你一起走。同志们，今天召集大家来这里开会，传达上级指示。年军啊，一会儿把地扫一下。就这么点事儿，开了一下午会，开的我都睡觉了。大陈，那些油印传单我们也听明白，你再讲讲吧。我说就是群众写几首诗，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情，这和破坏社会主义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说呢？我也不清楚，你们要问问段科长。什么事问我呀？你问问我，我问谁啊？没听见吗？我们要抓别有用心的人，千万别抓错了。把烟灰缸给我。对呀。刚才在会上你们都听到了啊，这是局长传达上级的决定，怕的是呢有个别人利用这个机会混在群众里边破坏社会安定。哎，我听说以后局里的工作由甘副局长负责了。啊，谁在背后议论领导呢？找倒霉是不是？有处长。嗯，你们侦查科负责市中心地段的几个邮局。哎，志明，你爸的病怎么样了？还是老样子，还在住院，医生说他的病情不太好。我的意见啊，布控的事儿没谱，抽时间多去看看你爸爸，别到时候你后悔都来不及啊。啊，晚上在哪儿吃啊？要不上我那儿吧。不用了，我去邻居家吃，他们隔天给我爸做点有营养的东西给我爸送过去。那就快走吧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严军啊，这么晚了不回家干嘛去？哦，我去食堂吃饭。食堂的饭还有家的饭好吃吗？吃烦了呗，换换口味。我跟你说，严军啊，你看看志明他爸有病，家里还有那么多事儿，你是个女孩子，没事的话多关心关心他。科长，人家用不着我关心，早有人关心了。哎，志明，萌萌，快看看谁来了。萌萌，小警察来看你了。啊，我是来还你这本书的，我已经看完了，还给你我就走了。这么快？小周啊，别走别走，还没吃饭呢，就在这儿吃吧。今天呀，有好吃的。不用了，阿姨，我是来还书的，还完书我就该走了。去外边吃吧，回家不也是一个人吃吗？就是啊，就是啊，萌萌，拦住他，过分客气啊，就是虚伪。怎么说话呢，红红？你们呀，在这先洗手，洗完了准备吃饭啊，小周。好的，阿姨。严成，行啊，你这学文的比这学武的还厉害。志明啊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参加工作的？已经工作五年了，我工作比较早。真看不出来，还是老警察呢。哎，江伯伯。哟，江总，
江爸爸。呵，你们年轻人就是不一样啊！你们干的可真快啊！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江总，您老总是那么有口福。嘿，我是无功不受禄，这位大将就是我培养的，干活利索吧？啊！我这不正夸着吗？比这警察还厉害。这位挺面生吧？第一次见。啊，这位是小周同志，这位是941厂的总工程师江总。江伯伯好。哈，萌萌，我明白了。前两天还向我保密呢。嗯，行啊，看来我还能赶上喝你的喜酒啊。江伯伯，你也太心急了吧？人家是不打不相识的冤家，刚认识的。这叫冤家路窄，更跑不了了。哎，江伯伯，别开我玩笑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啊，江伯伯，我叫周志明。啊，萌萌，今天请我吃什么？妈妈做的红烧肘子。是啊。还有您喜欢吃的松花蛋。好。你妈妈知道我爱吃，特别好吃。行啊，那就吃你妈妈给我们做的酱肘子。啊，江总，先到屋里坐会儿。哎，婉云呢？下棋去了。来，再等等。哎，一会儿吃饭啊。哎，刚才那个是萌萌对象吧？刚认识的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我看小伙子不错嘛。我和他爸爸现在这种情况，萌萌连个正式的工作都没有，恐怕高攀不起啊。老宋啊，你要是有意，我可以做这个月老。男女相爱，不管什么条件不条件啊，那就不浪漫了。是是是。哎，婉云，你过去和雷树峰不是有个搭档吗？这个小伙子情况可以通过他去了解了解。嗯，那本书你看完了？啊。感觉怎么样？说不上来，我比较爱看三国、水浒一类的书。外国文学看得太少了。普希金的诗写得很朴实，很美。他应该是最善良的，他是同情劳动人民、同情弱者的。他那部有名的诗是《西伯利亚书》，知道吗？就是交给一个犯人的妻子带给那些囚徒的。所以别林斯基、莱蒙托夫他们对他评价很高，他被称为俄罗斯的诗神。你知道的可真多。我是不是有点夸夸其谈？你烦了吧？没有，我喜欢听，你挺有见识的，真的。周志明，你不像我们原来想象的警察。虽然人家说当警察的特别冷酷无情。人家？是你姐姐吧？为什么是她说的？我知道你姐姐不喜欢警察。不光是警察，她谁都不喜欢。哎，她喜欢罗元朝吧？元朝哥哥是941厂技术部业务最好的翻译，虽说他个矮点，平时不爱说话，可我妈觉得姐姐能长上这种条件的已经很不错了。姐姐不这么想，她老觉得自己是干部子弟，自尊心可强了。你管她怎么看呢？她对你说好说坏有什么要紧呢？你怎么不问问我怎么看呢？严军，有什么情况？暂时没有，要不然我们在这一带游动，我们再到那边去看看吧。好吧，注意安全啊，加油。哎，你那边呢？挺好，没事。是吗？小罗，你听着啊，你到那边去看看。好吧，遇到可疑的人怎么处理？是吧？不许贸然下手了。好，看看情况再说，好吗？去吧。好。好。哎，严军啊，你这也老大不小了吧？怎么样，我给你找一个。怎么了？我跟你说啊，这政府机关的小伙子啊，那可是一个比一个好啊。我一个人挺好的，不必操心了。哎，严军，科长说的也对啊，我看就不用考虑外面的了。咱们科里那个小陆啊，有文化又能干，哎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你这人烦不烦啊？我想和谁好就和谁好，你管得着吗？哎，哎，严俊，怎么发这么大脾气啊？我没得罪他呀。哎，小陆啊，天天缠着我，让我跟严俊谈谈，我都谈了好几次了，次次他都不高兴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还看不出来呀？啊，人家啊喜欢的就是你，你还在这瞎凑合什么呀？你可真是的！哎，我到那边副食店
去买碗挂面，半斤肉。你帮我排下队，我排不过来。都几点了，你还去啊？出来就晚，太晚了，怎么去调查呀？哎呀，稍微等一会儿不碍事的。走吧，走吧。啊，嗯。